看着还挺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福音，今天我们去采那个金樱子，刚刚经过这里，发现了那个树上有一窝蜜蜂，就是在那棵树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现在我老公回去拿那个收蜂袋了，他叫我在这里看着那个蜜蜂，我在这里等他一下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，竟然在半路上看到了一窝蜜蜂，而且那个蜂看着还挺多的。蜜蜂也没在。在，这么一会儿它能跑哪里去？你那个袋子拿来了。哎。哎呀。收蜂袋。我就想把这个搞来装一下的，从下面吊上去认识。你干嘛呢？还合影一下吧。受不了。直接从下面套上去，干脆一点，还是慢慢赶呗。那慢慢赶就保守一点。那就慢慢赶吧，等万一蜂王没进去。慢慢赶要好久。现在黑下来了。你轻点轻点，蜜蜂全部飞出来了，怎么在手套里了？就算把手套脱下来，还是不要用手套吧。你这表情，我现在是早知道就都不要戴手套，还是像你之前一样那个徒手的还更好呀。这要吸取上次的教训啊，到时候要把它蜂王给它关起来，不是把那个蜂箱给用那个什么拦，拦蜂王的那个拦起来。嗯，已经完全看不到你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山上收来的那个蜜蜂，因为后面天太黑了看不到，所以就没有给大家拍视频了。现在我要赶快给它拿到那个蜂箱里面去放起来了。你转过来我看一下。你说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也是捧了一桶蜜蜂摔倒了，后来就被叮了，手也肿了。嗯，手这里被叮了，这颗这里一双手都被叮了，这里叮了两口，这里口三口，现在肿了都不能见人了。为了收这一桶蜜蜂，值不值啊？值，这一窝强群啊，还挺多的哈。嗯，现在就希望它不要跑掉了。把它现在用隔网板隔起来。